互相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没这样画又黑。什么时候会想到那个男生女生？哦，他是一个好的对象。到了。到了什么？你的兴趣跟我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说。喂。Hi, come on, this. 啊，今天的来宾就是基努里维，耶 ，John Wick，John Wick in the house, yo。John Wick and John Wick 的太太 Party Chan in the house, yo。今天是做什么？今天是台日日本男生跟台湾女生，台湾男生跟日本女生的不一样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日本男生跟台湾男生追女生的方法有什么不同？台湾女生跟日本女生有什么追的方法不同？我们讨论一下。今天的主题是这个 ，Here we go。爱里面的爱是什么爱？真正的爱。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嗨，嗨 ，Keanu Reeves， 啊，我叫 Yuhei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日本很久的台湾男生代表，我是那个 Parico， 我是100%的日本人，你们认识很久了吗？八年了啦，啊，索尼，啊，八年的，结婚六年，索尼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朋友介绍。因为我之前是我在北京嘛，就是北京有很多那个留学工作 ，OK 工作，然后认识的台湾也蛮多。嗯哼，我们有共同朋友，他要来台湾，嗯，就介绍我们认识。互相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那天我坐哪一个车子？那天是朋友的 BMW， 里面的朋友是这么多钱？没有，太保但是那个 BMW 是后边是很窄的那个，前面是那宽的那个，但是后面是很窄嘛。然后他坐后边的最靠近窗户的，反正坐的前面的那个地方，他头发很暗，然后皮肤很暗，然后他穿的时候什么那个穿皮衣，穿皮，然后好帅啊，然后他就是 John Wick 啊。裤子也很黑，在马来西亚看的时候差不多完全黑。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希望因为那个台湾人是很热闹，对吧？那个朋友的妈妈有一点搞错，她因为那个儿子的对象是我，所以那个台湾妈妈一直那个比较那个热烈的问我，她完全没讲什么。因为那时候我只是来当翻译的嘛，那我去发现他的中文都还不错，所以其实我就默默的坐在那边吃饭。没这样话又黑。你们太害羞啊，绿眼。那你的印象呢？因为你也害羞嘛，就是因为工作的那个。没有，不是害羞，因为那个台湾妈妈的那个询问压力。对，就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就是。什么什么？几岁？有没有对象？他太多热情不行哦，就是有一点怕怕，怕怕。那快！他是那个家乡妈妈的朋友，所以两对嘛，很好相信，男生都不讲话。台湾基本上就这样吧，男生就。然后对对对，男生就比较 gentleman， 对对对。那所以你的印象是什么？印象就哎，长得还蛮漂亮的，就是很酷的。对，还没有想到，互相还没有想到那个交往的事情。什么时候会想到那个男生女生？哦，他是一个好的对象。到了。到了什么？到了什么？我的年龄。到了时间了。对，到了。我那时候已经决定了啊，我已经到了。我们哪岁ぐらい？だからもう普通に30。三十多岁。自分の人生計画。我的自己的计划。我29岁的时候那个搬到台北嘛。我已经那时候决定，我下一个男朋友应该要结婚。但是下一个男朋友的那个你的那个条件也是蛮高的吧？因为要结婚的对象呢。我爸爸妈妈的最圆满的一个事情，可以沟通就可以。好，这样你的咧，什么时候开始那个
后来有一起去喝酒什么的，嗯哼，觉得哎、欸、还不错的，他朋友来，刚好我们就一起去，刚、那個、好缘分，所以要感谢那个朋友。What is 刚好缘分，刚好那个朋友来，韩国的一个女性朋友，她好像那天有什么工作晚一点遇到，我跟那个朋友已经喝起了，她。喝到最后，永远都是我帮他们两个倒酒，他们两个聊得很开心。我们隔天本来还有约，其实是他跟他朋友要约，结果他没来，他喝多了，所以我来帮他当地陪这样子。你觉得就是很温柔的感觉吗？那个不记得了。No！ 那你真的败家，很厉害。那个我觉得是台湾男生的温柔啦，不是吗？满意啊，なるほど。で、慢慢じゃあ靠近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うんうんうん。そっから飲み行ったね。そっから一緒に。そっからたまに飲み。两个人一起去喝酒。哪一个点是哦，这个不错。价值观就差不多。价值观。怎么样的价值观？钱。然后想法习惯。嗯嗯嗯。朝起来。嗯。晚上睡觉。我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年纪差不多啦，然后在日本。生长的环境差不多，所以听的乐差不多，比较聊得来。你已经自己有。而且 Yuhei， 你有想到那个结婚吗？没有，是不知不觉，然后哎、欸，对哦，我们家也是。哎哎呦，哎、欸、哦，他结婚了，哦，那他就说已经准备好那个要见面啊，所以后来想一想，哎、欸。其实他都已经布局好，就是每一个步骤。意思是台湾女生跟你日本女生都是一样，什么都布局好，就是女生的问题。对啊，什么都计划好，然后日本男生、台湾男生就蛮像那个白痴。刚刚这个就是阿里吉狗，我们也是白痴。二人ハマったのね、その。りましたあここはあれですね、ウォンファーチャイがないところですね。ウォンファーチャイないところだね。女生的恐怖。你觉得日本女生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温柔，台湾日本男生比较温柔，哪一个比较温柔？你也觉得咧？台湾男生还是会照顾孩子的人比较多，比如说那个拼力，嗯哼，接小朋友也是都是男生，嗯哼，然后拼力带孩子，嗯哼，出去玩也是男生，嗯哼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男生做什么工作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工作嘛，有什么时间？这个没有工作啊，因为平常日本的话，比如说去博物馆、什么动物园，差不多百分之百，对，没有。拼力了，拼力了。啊，妈妈，拼力是妈妈，对对对对对，妈妈带，就妈妈跟妈妈的，妈妈跟我一起，对对对对，妈妈跟我一起。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男生对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做什么工作？对对。这个 question， 反正意思是爸爸很会照顾孩子，是这个意思。嗯。日本的话不行。对，但是周末还是会啊。日本男生还是会，所以那温柔的点不一样。但是这个算是温柔吗？也是温柔的一种吧。对女生还是对孩子？对孩子也是代表就是对这个家庭。日本女生觉得温柔是什么东西？台湾女生的温柔是不一样吗？台湾女生的温柔有。温柔体贴，我觉得所谓的温柔体贴可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台湾女生的温柔是什么？就是一起，那种呢？搭配とか，要贴心。贴心，贴心是就是一直搭配 ，always 配合。台湾的话，女生是希望配合，对，对，对。那相反的，日本女生可能会比较配合男生的兴趣。个人的自荐，对，台湾比较都要互相做什么，缺了一个就不行的。对对，我觉得台湾有一句就是你的兴趣跟我哪一个比较重要？This is it.代言是什么？这样子，男生是一个，男生应该要 accessory。这样，可以，我是台湾的，就是个要么爱好。对，聞いた時なんて答え？台湾男生絶対。台湾男生有他不用，我觉得应该是在他的另一半允许的范围内，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之余，他有能力再去做他的
兴趣吧。女人第一人呢？男生是第二人呢？第二じゃないでしょ。第二でもないのか。多分ペットがいて。おい、それは言い過ぎかもしれない。孫悟空か。ペットか。まあ日本もそこ同じですよね。ペットの下。日本もいいねいいし。まあね。じゃあパリちゃんは上座人嘛？上座的女生跟男生的关系也不太一样嘛？给男生面子嘛？听说九州的女生是好强，但是这个是再晚一点，接下来也是女生最强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九州每一个世界，台湾也是不管那个是哪国，女生最强最重要，对吧？但是会给那个男生面子是九州女生比较对对对，很重视很重视，所以就是。在这个如来佛手上的这样的孙悟空的感觉，我常听说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家庭运作会比较好，那慢慢听女生的比较好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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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们台湾も同じですよね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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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告白告白，について你们有什么告白吗？我现在应该看嘞。我听到应该都是男生会告白，女生是期待告白吗？结婚的话。等一下，结婚了，买，交往，交往，交往。但是因为那个27以上告白的人很少啊，因为需要比较微妙的关系嘛，因为告白就要直接要结婚，要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哎，我觉得男生应该没想那么多吧。告白跟结婚，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，纯粹的东西。不会想这么多，对，就喜欢就喜欢呢。对啊，就要交往就交往，交往就要告白交往啊。男生就很单纯的，结果男と女の話か。結局まあ女は賢いってこと。女生比较聪明ね。はい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为什么这个结论？先告白在一起，不用告白在一起，哪个是比较理想的？告白在一起。やっぱはっきりした方がいい。そうですね。应该还是清清楚楚。暧昧的关系。发展不行吗？就是那个应该，但是应该暧昧差不多就会。America style，美国 style，美国是那个 dating，然后那个其中选一个那一种嘛。それがいいか、アジアスタイル。アジアスタイルは大体要先告白。先告白。嗯。你怎么告白？我有告白啊！我说。我说什么啊？まあとりあえずに怎么告白？也常出来吃饭，后面有几次我就想说，那也差不多应该是时候可以告白。然后天刚好也约好一起吃饭，要送他回去的路上，就跟他告白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可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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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巴里酱，你觉得呢 ？OK 就。很浪漫呢、啊，马上就有给了。全然，很浪漫，很浪漫。说。好好好，你会不会感动？很中奖的时候。就别说你没有什么感动的。就是很中奖。他是很中奖的男生。就那个啥，ほら高兴とかさ、哦那个感谢とかさ、ないの？没有，他是很靠谱。会告白的意思是，很。马多摩很中奖的，以前女生去看那个神奇的事情，真实的事情，感动よりは信じれる人の方が感動ですよ。啊，ま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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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觉得发现是他不错的人好像感觉不会忘。但是他蛮帅的、啊，你会不会担心啊？不会，你担心我吗？还好，我们都怎么讲，互相、啊、信赖啊，叫相信了的呢。最重要是相信，互相相信很重要。OK。